脾、肺、肾。这个五色呢，在外面只是看到一点光泽，这是正常。当你出内脏出问题的时候，颜色变得很强烈的时候，这是所谓的病色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如果看到脸太红了，一点点红很好，太红了，心脏有问题；太眼太白了，白皮肤女人都喜欢，可是那个脸变成惨白，有没有？好像枯骨一样，好像盐巴一样就不行了。好，白要透，然后亮光。那你人可以黑啊，黑的像那个很黑，还那个漆器有没有油漆一样涂的黑的亮，这个很好。那个黑的像黑炭一样，不会反光，肾脏都不冷了，不行，有问题。那你的脸色是发青的，你看到青色的时候，那个青色是有点蓝的，已经不没有反光了，这肝脏都已经差不多了。好，同样是黄色的，黄色出来要鲜黄，很亮丽的。看得很暗黄，很枯黄，哦，这是脾脏，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子。那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本来肝脏的，我们人身上吃了食物以后，哈，到了肚子里面去以后，从小肠呢生化，化生成五种营养，就是所谓的我们跟西方医学不一样，哈，什么维他命啊、高蛋白啊什么，好，我们不谈这些，分成五种颜色的营养：青色、红色、黄白色、啊黄色、黑色。那这五种营养呢，分别受于五脏受纳。那你那一脏出问题了，这个白色的营养该要进去肺的进不去，对不对？那没办法跑啊，可是营养还在那边，那肺又不收，对不对？要给你肺，肺又不要，只好上浮到脸上来。好，脸上是胃气的所在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好肺的那个原色。那病人呢，好，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上虚下实，经有好积气在胸中，喘而虚，这名为肺脾。好，这个会寒热，得之醉而死内也。这种病得到呢，是最后好喝酒醉以后呢，强力去行房，造成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如果你要真了解这个里面的内容，你再了解一样东西。正常的肺呢，肺气呢是主肃降，也就是说气好。主肃降，所以肺里面的营养到头来用完以后，会进入我们的肾脏去精生水嘛，哈，精会去生水，正常的肃降。如果不能肃降的时候，它会停在上焦里面，就造成喘啊。本来应该气要往下走的，就下不去，就会你一吸气，它就会喘，一吸气就会喘。好，所以是上虚下实啊。那青呢，脸上是发青的，脉之至也，长而左右弹。这个脉是左右的弹，脸色又发青。好，那个脉型非常的长。长什么的定义叫做长呢？这我随时提醒你们哈，一讲到长短的脉的时候，你就要有个概念。这是我们的手的纹头，这是关，啊关，那这是寸呢，这是尺。寸呢，我讲过有九分。从关上来往上算九分，从关往下好长一点点，好，这是一寸。所以正常的脉的长度是一寸九分，好，一寸九分应该是一寸九分，这个长度这是正常的脉。那现在太长了就是长脉，知道我意思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有的人呢太短，很短，脉太短了；有的人脉太长了，好，长脉跟短脉就在这里。啊，不然我跟你不这样，你没有个标准的话，你如何去判断它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这个寸就讲的是同身寸，好，同身寸，同身寸知道吗？学过针灸知道，我们讲的同身寸，好。如果是左右弹，代表有积气在心下，心下就是胃的地方，好。这个支阙，好，就是胁肋。好，胸胁为苦脉，名为肝脾，得之寒湿，与散同法。好，这个会造成呢腰痛，好，脚冰冷，头也痛。好，从《黄帝内经》还有《伤寒金匮》，好，诸位每次看到心下，好。这个心下讲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胃了。
哦，你要把它下降个位置，哦，那再去看伤寒经络就很简单了。那你老是看心下，好、哦，这心下脾，心下脾，啊、哦，我们有泻心汤，五个泻心汤，什么甘草泻、附子泻心汤、白砂泻心汤，一大堆泻心汤，三黄泻心汤怎么样？啊、哦，心下什么？就是胃，啊、哦，当初不晓得为什么写个心下，就误导人家去看不懂，啊、哦，那黄脉黄色的脸色，气色是黄色的，脉到的时候，如果是大而虚，正常的那个脾脏的脉呢？我刚擦掉了哈。正常的脾脏脉是什么？是缓脉，有没有？是应该缓脉才对哈。那现在脉是大，脉大而且是虚脉。所谓虚脉就是你摸脉就知道，那脉没有力量，好，没有力量，来得很大，但是没有完全没有力量。好，这个是有积气在腹中。好，黄色主的是脾胃，主的是少腹，代表肚子里面堵到东西，有缺气，有寒气在肚子里面。好，我们正常呢？刚才讲过，小肠呢，这个位置应该是热，肠呢就是正常应该是热。那现在有厥气，如果里面有寒气在里面，当然会有痛的现象产生。好，痛的现象产生。好，这名曰厥散，好，就是寒散。好，那要知道这个为什么要知道寒热？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去讲寒热？这都是寒，因为我们有的中药呢是要去寒的药。啊，有的中药是要去热的药，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肠正常是什么，你才知道选取怎么这样子做取舍，什么时候我们选取它要寒药，什么时候选取它做热药。好，那女子同法，好，这个得之即使好使视之，汗出当风，好，那女孩子也是这种问题，也是腹冷。女孩子如果腹冷的话，比男人除了肠胃肚子痛以外。腹部太寒的话，不会怀孕的，不会受孕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现代医学的，好，我们用什么指这个人工受精啊？好，这个什么样的，一直用这种人工的方式来做。你再怎么做寒，里面寒还是寒嘛？啊，寒热并没有改变，所以做了半天很痛苦，钱花了很多，还是不成功。那我们中医很简单，让它热起来就怀孕了嘛？好。那热的方法，老师热的方法很多啊。我们前面讲过针灸，你不要用药，针灸也可以啊。你看，去灸关元啊，灸中极啊，对不对？一灸就热起来就好了嘛。好，所以简单一个寒热就把问题解决掉了。那由于太简单了，所以说没有办法，药价很高。那西医器材很多吧，哈，大家可以说你看多贵，药理很高。所以我们中医再怎么做都赚不了大钱，嗯，好，太便宜了。这个中间有一句话，就是第84页哈，最后一行那个上面里面，他说四个字叫汗出当风，有没有？我们最忌讳是汗出当风。好，你要记得太阳煮开，好，哦，汗在表，当你一流汗的时候开了，这是不是太阳在管？因为太阳主开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阳明主和，哦，那能够开合很顺利的是少阳在管，对不对？所以少阳主疏，像门栓一样，哈、哦，门栓一样。那你在不断在流汗的时候，你又吹风，一直往风吹进来，那风吹到里面就容易邪，风邪就能够进到身体里面来。好，就刚开始的话就在经络上面，一直没有好，才会慢慢从经络到内脏去。好，黑脉之治也，脸色是暗色的。好，如果摸到脉的时候，上尖而大，有积气在小腹。好，有积气在小腹中，这个我们名曰肾脾。好，肾脾，肾脉呢，长脉是沉，对不对？肾脉是在下腹嘛，哈，长脉是这个长脉是沉脉，现在脉浮上来，代表肾脏有问题。好，那这里你可以大致先看一下，真正的最好的、最深入、最明白的解释，不在这一章节里面哦。后面我就是我刚刚讲，啊，诊药中经论哈，才能够最清楚。那为什么会肾脾？脾就是麻木啊，风寒湿脾的，好，造成有阻塞，有
气血不流畅，好，就是脾。得之呢，沐浴清水而卧，洗完冷水澡以后就躺下去睡觉，好。凡像五色之奇脉，面黄目青，面黄目赤，面黄目白，啊，面黄目黑者，皆不食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脸上的气色是胃在管，当有黄色的时候，这个黄色呢，当然不是指暗黄啦哈，有一点黄色在面上，在脸上有一点黄，面上面哈，眼睛鼻子啊，这个脸上呢是一个基本上是黄色的，那就是看眼睛周围眼袋周围，你如果是青色的、黑色的、白色的或者怎么样哈，这不是指眼睛里面了，眼睛拿那么多颜色不吓死人了，好，眼袋周围。好，所以本身眼色气色是黄的，胃气在那边，你其他再怎么变，这不会死，好，病毒不会很浅。基本上这里这一段的观念就是，胃气足，病人没有不会有致命的危险。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症的时候呢，像我们处方下去，好，如果是病在表，就是在阳在腑，好，胆小肠胃大肠膀胱，或者是感冒发烧啊这种，病人。回来的时候都是在中午的时候，正中午的时候回来，因为大白天太阳当旺的时候，好，是阳，这个时候好，胃气恢复，代表开始肚子饿了，吃东西。是脏病的时候，好，胆小肠胃肝心脾肺肾的时候，一般内科病的时候，病人是半夜，好，两点多胃气会回来，好，胃气回来就代表脏病，内脏的功能回来。所以我们不管是治肝病、治肺病，好，治什么的，哎，都在那个时候半夜的时候。好，肚子很饿，好，会回来。那你治了半天呢？半夜胃气还是没有回复，就方法不对或药物不够，然后就赶快去检讨。好，胃气回复很快的，哈，很快的。那如果是面青目赤，啊，面赤目白，就是胃气的颜色没了，脸色是青色的，整个脸是青色的，肝经出问题了。好，那。如果是面是赤色的，心脏出问题的，好，眼睛周围是白的，好，如果是脸是青色的，好，眼睛是黑的，好，脸周围是黑的，还有脸是黑色的，眼睛周围是白色的，或者是脸是赤色的，目是青色的，都是死。你这个要去记，不要去记，因为你要记正常就好了。你知道我意思吧？记正常。当你看到青色，知道肝；黑色知道是肾脏，已经结束了嘛？对吧？这是望眼睛看过去就知道。好，那还有一种呢？是灾色，啊，灾。这个人跑进来的时候脸是青色的，然后你问他，他是陪病人来的，陪病人来的时候坐在那边，你在病人在那边喘气啊，好，那个基本上家属陪他来的，就你一看他这个，比如说病人是妈妈，这个陪他来的是儿子，啊，儿子脸是发青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跟他儿子好好的，儿子也不是你的病人啊，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很正常啊。这是有大灾了，人到死有两种，一种是病死，一种是意外横死，对不对？死之前会看到气色，好，一看就知道。所以我每次上飞机的时候，哈，我就先看一下，因为你自己看不到嘛，看怎么看到自己，站在镜子前面，自己总是偏袒自己一点，不够公正嘛，啊，这样看一看，大家气色很好，没事了，就可以上飞机，对不对？如果一看气色不好，我走了车队，打死也不出去了，对吧？对吧？等下班机没有关系，命重要，好。所以先望，好，所以会看到灾色，千万不要把灾色跟它弄在一起哈。灾色很简单，同样是气色哦，这个气色不对，同样是颜色，但是呢，你要问他大小便通通吃喝拉撒这都很正常，手脚的温热长不出毛病来，那个气色就是灾色。一般灾色出现的时候是以节气来说，比如说一个节气是两周，对不对？两周，好，比如说我们是从，好，春分，两周以后是小雨。好，小雨。那你呢？如果正好是春分那天看到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两周，就会出事。那你如果在中间的话，一周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那凑巧啊，就在你在那个节气交接的时候看到。所以说，我们说两周是个概率的数。好，那一般来说，有时候一周是五天，好就发生了。你看今天气温是不是比较回温一点？为什么？前几天连续冷，冷不过五，热不过五。这是常态，好。那如果说都不回温，一直在冷，一直在冷，齐伯说这个就不能住人啊。好，你闪开一点，离远一点哈。我们可以有春夏四季，四季分明。美国很多州，好，大陆也有很多地方四季分明的。好，但是它冷也不过五天，第六天要回温。
你如果冷到十几天还在冷，这个地方不适合住人了，哦，那你赶快逃走，好，这身体不好，好，所以说最后这一段讲的就是胃气有没有胃气而已，好，所以我们在治病的时候，诊断的时候，再重的病，我们要先去查胃气有没有，好，有胃气一定生，没有问题。没有胃气就死，很严重哦。当然我们就不会让他死了，我一直告诉你们就是很危险的，好、哦，要小心，好、哦，五脏别论，好、哦，第87页的五脏别论，五脏别论第十一，皇帝问岐伯说：“我听说这个方士啊，有的以脑髓为脏，有的以肠胃为脏，或以为腑。敢问你再继续问他，有的每个人都讲的都不一样哈。然后大家都说就是这样子，皇帝没错。那到底是谁说的是对？好，脏腑的定义嘛，有的人是脑袋是脏，脑髓是脏啊。那岐伯就回答了，把它定义统一下来，因为过去方士很多嘛，好方士啊，好。岐伯说，脑髓骨脉的。”好、哦，骨脉胆女子胞这六者是地气之所生，啊、哦，诸位注意啊，所谓地气之所生的时候，啊、哦，皆藏于阴而象于地，故藏而不泄，藏而不泄名为奇环之腑。那这就是我们这不单单是我们给他下了定义，好、哦，岐伯下了定义，我们知道它是地气所生，我们知道它是阴，哦，也是藏而不泄才是正常藏而不泄。啊、哦，这叫奇环之腑，这个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诊断，包含我们的治疗的方法。如果它藏而泄，好、哦，或者是不藏都有问题。好、哦，比如说脑里面长东西了，长脑瘤了，它就不藏啊，它就不藏了嘛，因为你营养输不进去了嘛。那这个营养该进去脑部的进不去以后，就变成脑积水了，里面长东西了，哦。所以说，你看他这样一句话下来，我们在临证上面看的时候就很明显，它代表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意义就是说，本来就要脑子要直断收藏的，那现在里面长东西的，它不藏了，就出血了。好，所以很多人出意外，这车祸一撞到脑袋，撞到脑袋以后呢，整个头肿起来，啊，里面有淤血，淤血是不是实证？好，这个里面有积水在里面。好，那男人女人是反的，女人呢，如果撞到头肿起来。好、哦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。好、哦，男人呢撞到头肿起来，尾气啊不容易死，好、哦、救得回来。但女人是脚肿，因为男人女人是反的。好、哦，女人呢脚肿很好，头肿不行。男人呢头肿没有关系，脚肿不行。反的，好、哦，阴阳是正好是相反的。好、哦，后面我会大家注意先有个初基本的概念，好、哦。我们慢慢会介绍，所以你听，你看很多太太们将来大家当医生的时候，临证你看都慢慢太太那个脚水肿，你问他肿多久了？哦，细咋当啊？40年都肿在那边了，那还活得好好的，因为女人。好，男人脚肿不行哦，你看那个男人脚一肿起来，危险了，要大限要到了，啊，有的活不过6个月啊，怎么样？好，很危险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去看人家脑积水、脑部受伤什么，一看是男的，都很好治，这我来。啊，那看到那个女的，好，老师你在哪？好，啊，这个当你了解以后呢，我们以后会有些药也分阴阳，中药分阴阳，哪些是阳药，哪些是阴药？那我们用阳药去攻它，阴药怎么样？那你要知道这个病是在阴还在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奇环之腑同时属于阴，阴的本性是收藏而不宣泄的才对，好。夫，这个胃、大肠、小肠、三焦、膀胱这五个呢，是天气之所生，啊，其气向天，故泄而不藏，啊，这是消化系统宣泄而不收藏。你如果说你是这个不泄，这个都是便秘啦。所以一个人呢，有啊，你小便不好，怎么个不好？我两天没小便了，吓死了，两天没小便都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便秘，我一个礼拜都不上厕所，
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脏应该要泄而不藏不藏了嘛，现在藏在里面了，对，这要要命的。好，啊，跟脏的性正好是相反。这个此色无脏浊气，名曰传化之腑，此不能久留。好，疏泄者也。那我们食物消化掉以后，还有包括我们的脏腑里面的浊气，通通会累积到肠胃里面去，肠子里面把它排掉。所以肠胃里面的东西不单单是食物的残渣，还有五脏里面的东西也会从，好，这个肠胃来排，啊，比如说这是中隔、横隔，这是肺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现在都了解了，因为针灸都很熟了嘛，哈。肺跟大肠呢是表里，好，表里，因为肠子大肠呢是阳，是腑，啊，是阳。所以大肠呢主的是表，肺呢主的是里，好，这个肺主的是里，是表里的关系。所以说当你肺里面有脏，里面本来是藏而不泄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有东西在里面啦，不管是有水还是有痰或者什么东西，好，那我们去攻坚的攻它的时候，它会进入大肠，所以它会进入腑的系统宣泄出去。好，就好像我们攻肝脏，肝脏呢是木，大肠是筋，筋和木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子，这是横隔，筋好，木头在这边，这是大肠是这样子。除了说一个胆，肝脏的代谢物进入胆，排到十二指肠里面，到小肠帮助消化之外，肝脏的下方呢跟大肠还有一个血管是连到，全身上下就是这个血管。没有少阳，没有少阳就是没有输，没有那个 valve 那个，瓣膜，好，那个我们的血管都有瓣膜啊，那个血过去就不给你回来了，所以血不会逆走，一直往前走，只能往前走，不给你退回来，正常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没有瓣膜，所以它允许当你肺吸气的时候，肺气下降的时候，筋来克木，啊，筋克木，一压肝里面的血呢就从这个血管进入大肠，在大肠周围，那大肠得到这个血有力量啊，手得到血有办法握，脚得到血能够走路，那大肠得到肝脏的血就有力量排大便了嘛。好，这是好两个木，上面中间一个木，上面一个筋，下面一个筋，这边一个木被两个夹到，所以这个筋和木之间互相牵制的一个关系。那在这个条件之下的时候，肝脏里面的浊物我们可以利用大肠怎么样清出来，所以中医呢我们治症都治肝，一定会去治大肠啊，你大肠不治的话，肝里面的浊物没有办法代谢出来，哦，没有办法代谢出来，没有办法代谢出来，这个浊物一直往心脏跑，正常的清肝呢，好，是清清就是肝要保证提供心脏非常好品质的血，还有适量的血，这是清嘛，那血很浊很脏，一大量下去心脏受不了了，好，就会出问题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概念，我们对脏腑的泄和肠的观念。好，这个不能久留，好，疏泄者。那破门呢就是肛门啊，好，肛门哦，意为无脏的屎，好，水谷不得久藏，不可以藏在肛门里面，都是无脏的大屎一样，代表能够宣泄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治脏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病人呢，哦，会有宣泄，也就是从大便排啊，哦，都是我们宣泄的管道，把脏里面的累积的食、累积的东西呢清掉。好，所以腑的消化系统呢是满而不能，好，对不起，脏呢是精气藏精的所在，好，五脏的精气所在是满而不能食，食，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，我们这样讲好了，精就是完美无缺，纯营养、纯好的东西，好，就是因为纯好、完美无缺，你不需要再过滤的，所以它可以藏而不泄嘛，就藏在里面也不会坏。这是精神的精，好，那藏精且而不泄，所以内脏是满而不能食。如果说精里面有浊物在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浊物呢，不管是毒素或什么东西停在里面的话，就会造成食。所以精是满，好，不能食，满和食定义不一样。你如果摸它的脉，一摸它是满的脉，就好像
水管里面冲水一样很饱啊，你摸摸，嗯，很饱，这个水很多。那个你把那个同样的水管的里面的水，同样的情形，你把它放在冰冻里面，那个水管冰起来的时候硬邦邦的，那就是实。哦，所以我们脏呢可以满，但是不可以实，因为脏是藏精气的所在。那腑呢，反过来，因为浊物的所在，很多脏东西都在腑里面，是好，绝对是可以实。好，脏东西可以实嘛，好，可以有浊物在里面，但是不能满，意思就是说随时要宣泄掉。好，新的东西要取代旧的东西，要排泄掉，不可以胀满在里面。好，这是常态，脏和腑的。好，所以现在诸位这一段呢，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所谓的奇幻之腑，在《内经》的定义里面呢，被列为阴，好，是藏而不泄。所谓阴藏而不泄，就是精气之所在，不能有浊物在里面的。好，那你就想有浊物，我们怎么样去清它嘛？哈，就开始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水谷入口到肠胃的时候，停在胃里面，胃是食，肠就是肠里面没有东西嘛，还在胃里面咀嚼。那等到咀嚼完以后，食物到了小肠里面以后，变成肠是实的，那胃是虚的，好，这就是腑的关系。所以说实而不满，满而不实，好，这是对脏腑的下的定义，还有奇幻之腑所下的定义。好，第89页呢，皇帝就问岐伯，气口何以独主五脏？为什么我们手上的这个脉气口可以侦测五脏？好，那岐伯就开始回答啦。好，胃者水谷之海，六腑之大源也。五味入口藏于胃，以养五脏。气口是太阴也。好，所以五脏六腑之气味接触于胃，便接于气口。这怎么解释呢？好，手上的脉在这个地方，在我们念中医的念针灸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属于手太阴肺经的地方？对不对？是肺经的地方。那手太阴肺经呢，是筋经，筋的筋。好，那我们是脾胃呢，是土，土是不是生筋？由于土能够生筋，所以精土的那个精气呢，在肺上面的时候，就会表现在肺的气脉上面。好，这是肺的气脉。所以肺的气脉在这个地方，由于它是由脾土胃气化生而来的，所以它可以代表五脏的脏气的所在。这是岐伯的解释。好，岐伯的解释。那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从光是手上的脉，我们就可以来诊断五脏的气脉的兴衰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我们看第89页。好，皇帝说：“为什么气口独主五脏？好，可以从气口一个脉，好，可以查到五脏呢？”好，岐伯就说：“胃者，水谷之海，六腑之大源也。五味入口，我们讲气和胃，气讲的就是阳，胃讲的就是阴。讲五味呢，就是酸。”苦甘辛甜，好，酸苦甘辛咸五味，那五味入口以后，藏在胃里面来养五脏，五脏的脏气从这里来，好，那气口也就是太阴，好，太阴就，所以说五脏六腑的气味皆出于胃，好，源头来自胃，便见于气口，好，所以五气入鼻呢，我们天的五气入鼻，好，这个天气的这个那个。好，春夏秋冬这种节气的也藏于心肺中间，所以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，所以鼻子呢可以管，有这从这里可以知道肺呢管鼻子，好，鼻子有问题的在肺上面，所以说岐伯说凡是治病必查其下，好，我们要看他的大小便情形如何，然后再看他的脉情形如何，然后再仔细观察病人的情志，好，病人容易动怒，好，病人的神阙有时候很怕，好，很担心，好，很忧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好，就可以查到他的病的所在。那如果这个病人呢，就居于鬼神，好，不可语言自得，就是病人感觉到神鬼啊，什么样子，好，就。